我抓不到，我抓不到，它跑走了。有了有了，好可爱哦！是水母。哦呦，放在口袋了。不是说有毒吗？我还把它放在口袋，这样子没问题。大家好，午安。现在幽冥岛时间是2020年，大家可以去海里游泳了。哇，水质相当干净。那么，请好好的享受快乐的游泳时光吧。是初吻潜水衣，看起来会显胖哎。3000块，还蛮便宜的哎。哦，光雄，开蛋前辈，谢谢你来找我聊天。你今天看起来很有精神，我也不会输的啦。哎呀，开蛋前辈你好吗？像今天这样子，或许来烧烤也是不错的吧。啊，这么热，要烧烤，太热了吧。还有开蛋里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啊。今天真适合散步，而且还可以跟你聊天，连我的心也放晴啦。我要去游泳了，拜拜。任天堂，工作人员寄信给我，大大寄东西给我，虽然有点突然，但我要给你一点惊喜。听说这个能改变房间的气氛之外，还能提升健身效果。体态健美的大大笔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任天堂送的呼吸管，好可爱哦，居然是粉红色。茶色砖块墙，纳入后都。哇，我觉得沙滩的颜色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可以潜水了吗？哎呦，我潜水了哎！哪边会有东西可以抓？因为这里总会有那么深的感觉。那边有东西，我们再潜下去。有泡泡的地方好像有东西耶。等一下，它在动。那什么？啊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哇，他刚一直逃哎，那什么？哦，章鱼！我想说，怎么有吐东西出来？原来是章鱼。那里有泡泡，哎呦，它在移动，好像又是章鱼。会吐东西的都是章鱼，哎，不是哎，哟，花园鳗哎，好可爱哦！抓到了，是什么？海鸮，成熟大人的味道。我倒还是没看过这种海里的物种，好特别哦。可惜不能潜到最底下，如果能看到海底的珊瑚的话，应该更漂亮才对。哦，海星耶，我抓到海星了，好可爱哦，太可爱了啦。里面有一只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刚才有看到泡泡的时候，哦对，我要潜下去了。有有有，我抓到了。海葡萄，这个很好吃啊！有了有了，在那里在那里，哦，呼吸呼吸，快快快快，我一定要抓到你！是说我还没有遇到那只 NPC 耶？我抓不到，我抓不到，它跑走了。好可爱哦，是水母。哦呦，放在口袋了。不是说有毒吗？我还把它放在口袋，这样子没问题。只要悠悠。只要悠悠，哦，要呼吸呼吸，我看到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他喘不过气了，又是海葡萄，可恶，又是葡萄，那边也有，哎，这里有一只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哦，找到了，啊！没看过，藤壶其实是虾子的同伴，好酷哦！我会抓到一个不同的物种。哎，今天狐狸有来，不知不觉就游到了这里，哇！哇，居然在狐狸的船旁边，到底是什么？走出来！啊，水母啊，拿去吓狐狸好了。
啊，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，海星！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可以抓到贝壳耶！记得有人说可以抓到贝壳，我真的没有看到贝壳，可恶！前面来了，抓到不一样的鹅螺，我包包满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先回到岸上，处理掉这些贝壳，包包好满了。我到来捐新东西给你了，来。哦，他被我吓醒。我找到海洋生物了哦，是哪样啊？哦，只能一个一个教哦，可恶。不拜不拜。诶，你在这里？你好啊，大概。会不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？光用想的就觉得好期待哦。我也是觉得今天会有很多好事发生，超期待的啦。啦啦啦啦，我们出岛吧。诶，阿棒在这里吃冰，哎呀都不揪的啦。哟，卡蛋，没有想到这边会碰到你呀。话说回来，我常常在这里看到你很开心的跑来跑去，你要小心啦，可别跌倒了。哼，他在关心我，好可爱哦。我问你，你有碰过电脑这玩意儿吗？我之前啊，第一次在池塘家里碰到，该怎么说才好嘞？那是专门用于搞得我好乱哦。最后他又说试试看脱轨跟放下，我始终都不会脱曳哦，脱曳跟放下，我始终都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。我想的应该是抬起来放下吧。但是当我抬起电脑的时候，他就一脸铁青的拦住我了。等我想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再来用秋千椅吧。虽然这样做搞不好会被当作老头子啊。不过有时候啊，实在是管不了别人怎么想的。嗯，好可爱！再见啦，再见啦。我说了几次好可爱。阿邦在皱眉的时候真的是超萌的。走，我们出海吧。等一下，身上怎么带了一只鱼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哇，这里是哪一座岛？现在可以下水吗？不行，这边不能下，好像只有海可以下。如果连池塘都能下，那一定就超赞的。咦，我下来了哦，好冰哦，凉凉的。哇，这就是在无人岛上面游泳的感觉吧？只有我一个人，超舒服的。嗨，路德里，拜啦，路德里。好爽哦。有鲨鱼啊！鲨鱼，那是鲨鱼吧？等一下，我要掉，很怕被咬，你知道？真的是鲨鱼，你看，好可怕！哦，我掉起来了！哇，哇哦，这是我第一次钓到这只的吸盘鱼，不是鲨鱼，好烂。哼，居然是吸盘鱼！哎，我看到泡泡了，去看一下是什么味。好远，怎么会那么远？我都要潜水才看得到，在前面，抓住你了，还想逃啊？是什么？哦，海阔鱼，真的耶，别的岛会有不同的物种。海阔鱼刚才都没看到过，这座扇贝到底在哪里？好想抓！听说如果抓到扇贝的话，会出现一个 NPC， 想要跟你换扇贝。海葡萄，然后扇贝好像是在岩石之间可以捕捉到的。我想，岩石之间的话，这边又没有看到岩石。哦，又抓到这个鹅螺。
哼，那边有一个，我们去抓。而且在这个石头附近有可能是扇贝，你们觉得嘞？我猜是扇贝。哦呦，这是什么？裙带菜，我刚才想说是什么河童哦，他还没拿起来的时候还以为是河童，没想到是裙带菜，吓死人，以为是一颗头嘞，惊人。哦呦，这在岸边呢，该不会是扇贝吧？哦，不是，哎呦，居然还有海胆呢，超帅的啦，刺刺的。你不要跑啦，你是凡立杯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水母。Oh my god， 海月水母，讨厌！哼哼哼哼，都不给我凡立杯，我凡立杯。哎，那边有一个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好近！哎，海滩旁边，好大哦，该不会是海葵吧？我就知道，这么大一个就是海葵。我要上岸了，再见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这座岛没有什么东西，可恶！哇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潜水潜得好爽哦！我们去跟村民讲话吧。博达，我拿东西给你了，新物种哦。他被我吓醒。哇，好多，海葵一堆，超多的啦。拿去吧，哇，都是海生物。终于又开了头见，好开心哦。再见啦。凡立贝，凡立贝，啊，是章鱼啊，章鱼，可恶！不行不行，我有点不甘心哎，再让我多抓几只，都没抓到凡立贝，怎么可以甘心的直接离线呢？不甘心啊，我不甘玩啊，我不甘玩啊。凡立贝吗？哇，这个很大哎，海葵哦。凡立贝，我抓到凡立贝，哎呦，它出现了，你看那个，抓到凡立贝，好可爱。我抓到凡立贝，贝柱好大哦，而且脸上都是范例，有没有？你要做什么？把你刚刚翻。把你刚刚抓到的凡立贝给我。好啦，拿去啦。谢啦。拿去哪里？哦，他拿走。你给了我凡立贝，我就用方程式跟你交换。这个方程式一定要用到珍珠，是偶尔会掉在海底的稀有材料哦。我也正在寻找，要是我找到了，会再跟你用凡立贝交换。那我可以顺便说一句至理名言吗？吸气。吐气，季节和流行都是这样，领先别人一点最刚好了，是吧？今天还好满足哦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他走了。等下我要去看他去哪里。哼，我看到了，好可爱哦！你看他在游泳哎，他在游泳。你要去哪？我们跟着他好不好？很好奇有没有？会不会有那么？有没有跟我一样这么无聊的玩家？
想要跟着 NPC。你要去哪？好可爱哦，他在游泳哎。为什么这次长得那么像粘土？很像粘土中的 NPC。你要去哪？他带着我的凡力被。哎呦，哎，他在干嘛？凡力被被吃掉了。被吃了，可恶！那他跑去哪里啊？跑掉了。欸，好可爱。哇，终于抓到传说中的凡力贝了，超开心的啦！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大家再见了，拜拜。欸，歌手在这里做什么？嗨，今天也微笑着努力度过每一天吧。昨天真的谢谢你，听说你帮忙在岛上种了很多花草树木，哎，植物变得好茂盛，我好高兴哦。我想以后一定会有很多虫虫来玩哦。对，没错，这里就是要做彩虫场啦。再见啦，光雄。好多蚂蚁哦。大橘，你在做什么？哎，我们要见面了。这里是大大的家，你们有去玩过吗？我之前去过，他的家里好有特色，我看了觉得超感动的，哎。开大脸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有船在北部的海边靠岸哦。你能听我说吗？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烦恼。我每天早上都会吃面包啦，但今天早上却找不到我最爱的果酱，让我好烦恼。空瓶子还在，只有里面的东西消失了，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案件哦。你还记得这件衣服吗？这是你设计的红心兔子衬衫，我很想让你看看我穿上它的样子，超好看的啦。话说回来，晴天的云朵看起来甜甜的，很好吃。你觉得阴天的云朵是什么味道嘞？甜的吧？咸的？咦，你觉得是咸的吗？跟我的眼泪一样哎。话说天空该不会是个爱哭鬼吧？好可爱哦，大橘真的是天真的小村民。没人在家。哦，有人。太平还在家里耶，我以为这个天气他会跑出来运动。你在家里吃冰这么享受，好棒哦。嘿，这个时间在这里做健身运动好像也不错咧。这粗犷纹潜水衣还挺不赖的，你果然是内行人。毕竟啊，衣服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方便活动嘛。这件活力毛衣它没有那么多余的设计，是不是很帅气啊？简直就跟我心目中所向往的肌肉一模一样。我今天试着思考该怎么改进饮食，不过为了活动身体之后就会饿，所以吃太多。每天训练时身上穿的 T 恤已经像我的战友一样。你知道我是以什么为考量挑选战友吗？透气。看起来你应该有在运动吧，可是对我来说透气性好不好倒是其次。刻意穿上比较小件的衣服，让肌肉因为汗水而若隐若现，那才叫做健身运动的证明呢。哦，拿入好多。你现在在吃雪糕，好好。啊，是卡丹琳啊。我果然还是喜欢晴朗的日子，因为可以尽情的沐浴阳光和月光。你们都在吃雪糕，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啊，玩家都不能吃啦，好好，太羡慕了啦。可恶，哼，哼哼哼，我要去买衣服了啦。哦，水手服哎，好棒哦，我可以穿水服哦，穿起来好可爱哦，我真的超级适合穿水手服的，这件很好看，裤子好丑，那就不要买裤子。斗牛服，哦，好老气，不要，水手服就好了。我觉得可以买一件给虎虎穿呢。虎虎穿水手服，不知道是会怎么样。今天的帽子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。哎，这是小帽子，狮子小礼帽。哇，看起来很可爱。眼镜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好吧，那这样。哇，好特别的猪猪拖鞋，好像阿妈在穿的，好老气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很可爱。
今天就穿这样子，走喽走喽。哇，海军风格哎，好可爱哦，这样子穿。拜拜。